understanding is more important than agreeing. Well, tragically,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has affected everyone over this last year, and understanding between cultures has become more important than ever. Thankfully, the Japanese documentary maker Ryo Takeuchi, who is fluent in Chinese, discovered a valuable aspect of Chinese culture that he's been able to share with the world. The belief that good and bad luck are not absolute, but are in fact complementary, interconnected, and often give rise to each other. 大家好，我是竹内亮。来自日本的拍纪录片导演。这些中文日野，我很高兴我的作品能在中文日的节目里出现。12月，私は約半年ぶりに武漢にやってきた。この1年、苦難の道を歩んできた武漢の人たち。私は街行く人を呼び止め、合計50人以上の人たちにこの1年を振り返ってもらった。 2020年，你失去了什么？直接把失去的东西写在这个空地就。我小孩失去了工作，失业了，就靠我来养。他是搞旅游的，啊，他到过很多国家，可是疫情一来，没有了，一切都没有了，没有办法。 疫情的时候不能出门，就不能和同学们一起玩，所以我写的是同学。哦，是我第一次遇到你这么多的周边，几乎所有的周边的人都感染了。哎，对对对，我第一次遇到，因为已经走了一个了，就受不了了，所以后来我就说，为什么这样？失去了春天的，整个春天我都在惶恐不安当中就过去了，就整个春天。 不仅仅是我失去了，我认为呢，我们整个武汉人呐，整个湖北人，整个国家，对今年的春天抹不去这个记忆。2020年未曾の災難に見舞われた武漢。一方、先ほどの女性が言うように、失うものと得るものは表裏一体だ。そこで。 2020年，你得到了什么？就直接写一下。我得到的应该也是亲情吧。我觉得2020年挺好的，<笑>挺好的是吧？啊，哦，少了4个月的收入，然后我也得到了亲情，我们觉得没什么。所以你得到的东西比失去的东西多。对对对对对。哦。 想到就是全国人民对湖北的帮助嘛，这东西还是蛮感动的。现在说起来，全国的救援队到湖北来的时候，任务完了之后走了就是我们大街小巷的去送他们嘛，任务蛮感动。有很多人就把他们的生命留在了疫情里面，像他们的时间可能就此停止了，但是我们的时间还在继续着，我们是不是应该花这些时间去做一些？ 能为所有人做到的事情，所以更珍惜时间了。对，更珍惜，对对，珍惜。1年没见到是吧？今天才相见，这什么感觉？终于见面了，终于见面了，我们见面就拥抱了，自由了。当时我爱人呢，进行抢救的时候，医生呢都下了病危通知单。 就说你爱人呐，如果再发高烧，再烧2天，可能就救不回来了。那个时候，我感觉要失去他了。到了外人出院的时候，我都觉得好像是这个爱又回来了。就是这样子，最后我想得到了爱。仕込みなしのぶっつけ本番で行ったこの街頭インタビュー。彼ら一人一人の表情こそが。 リアルな武漢だ。得到一些新的发现。得到信心。得到了很多帮助。得到了一个假期。勇敢了吧？得到了关爱。得到新的。得到了很多温暖的地。